我之前也被骂白痴过，但是只有一次吗？好，他是骂我，因为我算是很会看路的一个人。比如说，我之前也会带一个指南针，我现在的钥匙圈也有一个指南针，手机都有，手机都有指南针呢、啊，真的还要去下载啊？不用下载，不用下载，手机就有。但这还要用手机耶？你真的是白痴啦！你真的是白痴啦！他是三 G 白痴啊，愤怒主持。我不是，不是三 G 的问题，我讲错了。你有问题。我遇到的女朋友，她就说：“哎，这个神我白痴。”你知道，所有的手机现在都有地图，还有那个导航，我们用这个就好了。你这个好像原始人。我说：“好了，那你用啊。”说他自己更白痴啊，因为那时候那个导航，那个 iPhone 的导航还没有很厉害，然后也会就叫你走很多那个错的路。哎，他超白痴、啊，他边走这样看那个手机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请在这边左转。”结果他右转了，他用丑心弄一个那个路程，哎，超白痴哎。所以这个重点并不在于 iPhone 的 Map 不好，是你女朋友左右方向搞不清楚啊。他就是生活白痴啊，没有，他就是白痴，干嘛要跟你在一起的？